大家好，我小范。今天下雨了，我们忙一下十万养殖场里面的事。腐蚀太高了，今天把这个腐蚀清洗一下。看水里，太看一下，这磁棉瓦现在可以清理出去了。这水池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